清蒸鱼，先切清蒸鱼里的葱丝儿。哎呀，又扔一条啊！外面那个那层皮儿太老了，葱丝儿不吃，怕啥？葱丝儿好吃，我就吃葱丝儿。是吗？嗯。你们就这个葱丝儿好吃，最后一冲油特别香。啊，放下。不要绿色。绿色的，真就。要想把葱丝儿切好，取两片哈。实际上我发现它就两片。嗯，如果有三片，你就可以用三片。好像我遇到的都是两片。你这样才能切出细丝儿来吗？嗯，切成几片呢？对。而且你是打开切的，我是滚轱辘切的。嗯，那你中间葱芯儿就带有了，就要葱皮。葱皮打开以后就是一层薄的。那完蛋了。嗯，姜丝儿。姜丝儿。越细越好，细一点。对，切得够薄的。哎呀，细呀。够了。这两个吗？够了。青红椒啊。青椒。我的天呀，你是为了好看。那你现在会了啊？对对吧？对，这一点意义都没有，对吧？就是为了好看。好看。你是为了录教程这么搞，还是你我平时蒸鱼也是这样，在饭店蒸鱼也是这样。是吗？对，我可没见人家放把这个金片掉才能切出细丝儿。嗯，我发现到最后咱俩能要说的东西特别少了，你知道吗？嗯，基本都是重复嘛。对，这个之前都切过吗？切太多次了。嗯，这个尖椒放里面不会有别的怪味儿，然后颜色是特别艳，配色好看。干烧鱼里边切丁来着。嗯。椒丝儿放的比葱姜丝儿。土豆丝儿也切了。嗯。所以这几十道菜可以延伸更多。嗯，上百道菜基本上真的掌握了一项重要的生存技能啊。嗯，你看这个是做清蒸鱼，它最后实际上就葱一下油嘛。嗯，葱丝姜丝这些东西用油炸香一下，你用直接用葱油这个做别的嘛，葱油藕片，嗯，葱油干豆腐，嗯，就豆腐皮儿，都可以。这条鱼你自己收拾哈。对，我就让他把鳞刮了，然后这个鳃和内脏我自己去。他如果去呢，就用刀从中间来了一个大口子，可能这个口子还拉歪了。我看你把东西掏出来都是从那个鳃那块掏出来。对，它整个这个鱼形要保持，这个膛不能开的。蒸鱼最好别开汤，市场里边的那个就肚子上来一刀，嗯，就跟剖腹产似的，咣叽来一大长刀，然后把那，而且它中间那个鱼中间，你看这个筋，它有时候给你切断了，那你蒸完了以后，这个鱼脑袋是耷拉的，嗯，但你这个手法可费了劲了，实际上工具不行，如果有长的那份剪子是直接可以插到鱼腹里，然后一搅，连鱼鳃带内脏就全出来了。蒸鱼要让它完整。那样这鱼形就不好看了，然后鳃那这儿呢，它这中间的筋也可能会被。这是一条桂鱼啊。但你自己在家吃又觉得整这个鳃也费劲，而且这个鳃啊，它这个或者这个刺儿是有毒的，就是你扎到手会特别疼。收拾这鱼的时候也得注意点。嗯。那我觉得回来整这个鳃也挺费劲的，那你就让他给你弄好也行，就自己吃嘛，也什么行不行的。也不太重要，那你看我是饭店，嗯，我就得讲究点嘛。对，然后连着内脏一起拽出。先把内脏给抠开。你看，你从这儿把内脏给掏出来了，我都没见过。对。
鳃和内脏是连在一起的，连在一起的。对，鳃就是肺嘛，也是内脏啊。嗯。哎呀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全出来了。对，它有出不来的，你看中间把那肠子弄断，然后一拽，哎、神奇啊！哎呀，太神奇了。哎呦我天哪，能从这儿掏出这么多东西来，可不吗？哎呦，鱼片出来了，都出来了。哎，鱼活了。好，改刀，改刀，从鱼头下面贴着鱼骨，看着吗？往下滑，偏起来，贴着鱼骨，这样蒸出来的更容易蒸熟呗。对，它成熟的时候同步。嗯。要不然你看，你如果不划这刀呢，你蒸到里面这块贴着骨的这个肉熟了以后，外面的鱼肉就老了。嗯。底下这一部分呢，划几刀就行，可以划到骨，划到鱼骨。为什么两边用不同的改刀方法呢？一个横的，一个竖的。这上面这个泥蒸它就翘起来了，因为它冲上嘛。嗯。底下那部分你划几刀，底下那盘底它也看不见是吧？对，主要还是为了美观。嗯，如果不为了美观，我两边都是竖着的也可以吧？还是这种上面它是这个成熟，可以同步吗？嗯，既美观又对，对，嗯，扔一堆葱姜片在这鱼的各个缝隙里边，对。鱼鳃里面也塞一片，很简单。嗯，其实主要是改刀嘛。对，烧一锅水，蒸锅，开锅以后下鱼，你浇上一勺料酒，这是。嗯。水开了，把这鱼放里边，是吧？水开了放鱼，水再开了计时，根据鱼大小，8分钟到10分钟。8 minutes. Too old to eat. Too old.Not good to eat. 盖上盖儿。嗯。这个蒸锅还是有点小啊，那饭店的蒸锅老大了吧？蒸贵。蒸贵。对，就整个一米多高。这是蒸了8分钟。8分钟。开盖了。嗯。蒸熟了。把葱姜剪出来。清蒸鱼超简单的。我看你做一次啊，我回来老清蒸鱼，是吧？然后我爸妈，嗯，一辈子没做过，没敢做过清蒸鱼，就觉得肯定挺难做的嘛。然后我给他们一做，就觉得特别钦佩我。很好做。换一个好点的盘子哈。嗯。哎呀，不错。因为锅小，刚才把这个鱼尾又翘起来，所以鱼形就没那么伸展。葱姜青红椒丝儿，青红椒丝儿，我还喜欢这里面放点香菜梗儿那部分，如果不爱吃你也可以不放，上面再放点干辣椒丝或者辣椒段都行。嗯，
有一点辣味儿，那个香味儿也好吃。整点油哈，这个油要烧到滚开滚开的，炸秦桧的那种热度可以了。就最后冲一下，这个香味儿就出来了。蒸鱼豉油什么时候放？浇完油以后。最后放。最后放。蒸鱼豉油为什么不用炒一下呢？可以浇完油以后，跟剩下这个锅的余温，把那个蒸鱼豉油热一下。也可以哈。对。要不然这个鱼汁就是凉的嘛。哎呀，这刺啦刺啦，哎呀，就对了。啊。这葱香味就出来了。哎呀。可以了。哎，也不用开火，就用刚才剩下的锅里面的余温。你还真这么干了啊？嗯，蒸鱼豉油。对，你这要是用生抽、老抽那就不对了，味儿没那么好。所以一定要用蒸鱼豉油啊！蒸鱼豉油。哎呀，这选对了，清蒸鱼很简单。嗯。